仁川亚运，我国在举重场上再度传为好消息。陈世杰在男子无限量级以总和424公斤的成绩，再为我国添了一面铜牌。累计本届的亚运，我国在举重场上一共摘下了2金2铜，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。而现在，我们来听陈世杰在赛后最新的访问内容。对啊，挺举没有完全发挥出来，对，没有如预期这样子。没有，其实这次反而是我们是玩比较专注于挺举，抓举就是跟着，啊，没想到就在抓举反而抓得比较好，挺举就有点差强人意，对。惋惜是一定，但是再接再厉啊，至少因为本身我存钱还存不够啊，对吧？还没有那么的存得那么没有那么富裕啊。